等一下，朋友，你是贾凡对不对？对，我是贾凡。 Hello， 大家好，我是贾凡。 我有点搞不懂，你们生日人心是组团来我们巅峰之夜挖人是吗？<笑>其实没有，我觉得我们巅峰之夜的每一个挑战人都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我一直在琢磨呀，我可不可以成为他们背后的那个人，就是成为一名翻译的志愿者。 我在我们巅峰之夜的这个舞台上呀，其实看到了很多交流。我觉得这个舞台也是一种交流的融合。其实我特别特别的希望有很多西方的朋友能够对我们东方的一些文化呀、音乐呀、技艺非常非常的感兴趣，也希望更多我们西方的朋友真正的来到中国去学习我们这文化跟技艺。